比较喜欢桌球吗？不需要了。你可以是日本人吗？没有啦，这种我觉得我走了。啦啦队可以吗？是不是就是不能他下了工作完下来之后在你面前这样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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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满。对，最近工作的行程确实蛮多的，也是给自己一个挑战，包括已经也开始上表演课。上次好像是说可以演亲密戏的床。亲密戏有吗？他可以露屁股哦。有吗？有这回事吗？我看过啊。可以露屁股？为什么？没有，那时候我去那个哦，对对对，观察中的时候，硬去敲门，他在没有防备之下被我破门。哎、欸，吓死哎、欸！更吓死，他就穿一个小内裤，就耶这样子。觉得他腿部怎么样？对，可以打几分？他，我觉得他真的90分啊！他身材，然后跟脸蛋，对不对？他也高，然后也很纤细，然后也很斯文。但是我演床戏，我是不知道。小杰现在单身又这么抢手，都身边有那种女生要求，就是要介绍。他应该很挑吧？没有没有，这是误会。因为他外形真的太亮眼，他又有他的专业，那同时又有现在这么多的跨领域的一些机会。我刚才觉得90好像给的稍微低了一点。晴姐，今天你对我特别好。小杰择偶条件算什么？择偶条件比较喜欢桌球吧？不需要啦，不需要，不需要，现在不需要。我没有说，篮球也很，篮球也很好。可以是日本人吗？我们真的很坏。没有啦，这种我觉得我走了。倩倩，坚哥不救我，夸我这么多又不救我，自然就好。还是日本人？没有，个性比较重要。但我有小孩嘛，一定要接受我有小孩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不容易啊。小赖可以接受吗？啦啦队可以吗？个性啊，个性。没有限定一定要什么样。那你喜欢安静的还是比较活泼一点？安静一点，拉拉队可能太活泼，但拉拉队是一种工作，我觉得。对。是不是就是不能他下了工作完下来之后在你面前这样拉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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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拉，不行吗？太多了。我们需要休息。哎，我跟他太熟了，我跟他太熟了。